天团的 Jin 13日已正式入伍服役，而当晚推特上也出现了一张 Jin 身穿羽绒大衣站在队伍中的照片。然而就眼尖的粉丝发现 Jin 的羽绒大衣上竟然贴着他最爱的风之谷刺绣布贴，让网友看到后纷纷笑说，竟然把姑姑宝贝带进去了，果然是真爱，说真怎么可以连到入伍当天都这么可爱啦。此外粉丝们也发现军中有推出一款可以知道军人一天三餐吃什么的 APP， 不仅每天都会更新早午晚餐的菜单，还可以知道一餐吃了几大卡，像是近13日的晚餐就是咖喱饭、味增大酱汤、烧烤猪排、墨西哥沙拉、葡萄汁，让得知消息的网友们纷纷笑说，金硕真的一日三餐现正播出中，大家快点 follow 起来吧。